耶稣为门徒洗脚后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没有仆人大过主人的，也没有奉使的大过派遣他的。你们既知道了这些事，如果实行，便是有福的。我不是说你们全体，我认识我所拣选的，但经上所记载的必须应验，吃过我饭的人也举脚踢我，就是现在，事未发生以前，我告诉你们，好叫事发生以后，你们相信我是那一位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凡接待我所派遣的，就是接待我，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派遣我来的。